不后悔啊，什么好后悔的？再来一次还会继续来啊。还会来。对，是个姿态问题，就是就其实我来之前我是知道辩论结果是我是有预计的，OK，但是过程我没想到，OK，就是没想到连话都说不出来，这个是没想到的。但是你要论辩论这个技巧的话，我心里是明白，我肯定是不如老师的。所以说，如果再来一次，我肯定还会来，因为我问心无愧嘛，对吧？我所有的东西都是是有底气的，所以这个不会影响。辩论的结果来说，我肯定是输了，对。但是道理上，我觉得我没输，只不过我没表达出来而已。对，就是说和预期是有落差的嘛，但是无论怎么样，我觉得 even 是我去解释这个视频里边的这个疑问和这些问题的话，我觉得，只要你把它冠上对峙的。这么两个字啊，我就是一定是说不过罗老师的，这个是肯定的。王自如自愧不如。其实，在我来之前，我自始至终都没有希望把，都没有想过在语言上或在现场上，把场面弄得非常难看。我一直在克制。OK，我相信大家也能看得出来，我一直是在克制，就是，上纲上线的表达，还有人身攻击，还有这种。对于产品很出格的这种解读、诛心的言论，其实都可以讲，但是我一直在斗争，因为我觉得这，你懂吗？是我内心的一种纠结。因为到后来，我觉得都3个小时了，再解释下去的话，你只能浪费大家的时间。OK，而且我也不觉得在那种情况之下，按照罗老师之前的表现，会让我讲完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到最后我放弃的是因为我已经觉得我已经没希望了，就在这个现场，我不觉得我能够有这个权利和有这个。机会再充分的表达了。首先，我要澄清一点，就是厂家的投资是我去找的，不是他们来主动找我的。OK，就是我首先 in the first place，我认为这个东西是有价值的，并且说服了他们也是有价值的，所以他们才投资。知道我花了多少时间去说服他们？没时间，就没说服他们的成本几乎为零，因为行业里边的人对于这个价值太清楚了，他太明白了。你只要稍微讲清楚，他立马就明白。而且我们做了这么多年，做了3、4年的时间，我们公司成立才2年，但是我真正做了3、4年的时间，大家对于你的价值观和原则已经有非常清楚的认识。所以，当大家去把这个价值去重新认识、重新保证你的独立性的时候，大家的心理建设非常的快，甚至不需要心理建设，他是脑子里边已经清楚你的价值。第一点。我们说了，投票权的问题，就是你究竟能不能干预公司的决策？罗老师其实说的是很没有商业常识的一句话，就是要投票权干嘛？OK，因为没有投票权的话，你没有任何权利干预公司的运营，这是不可能的。而且我们公司现在甚至都不设立董事会，以后可能会设立，但现在不设立。执行董事只有我一个人，对吗？我是一个执行董事，所以你对公司的决策没有投票权，这一点在大的战略方向上，它就没有否决权，由我来制定。第二点，你不参与公司运营，甚至连财务的管理都不参与的话，他只有知情权，也就是说，只有我告知他的权利，他没有主动了解和干预的权利。OK，第三一点，所有的股份持股比例低不说，只有大概3%左右。OK，因为我需要的是大家参与，而不是你的影响和决策，所以持股我认为问题不大，但是控股就不行。难道你说？我买了一股苹果的股票，我就可以干预苹果的决策吗？这是很奇怪的事情。但是我买了一股苹果的股票，苹果的财报我就可以看，对吗？但是我能干预它吗？不能，好吧。那么对于股票的这个回购的部分，我们有时候清楚限定，一旦 Zeller 决定回购手机厂家持股的股份，手机厂家应予以配合。换句话说就是，他不可以拒绝。OK，也就是说，如果有一天我们的机制完全成熟了之后，想完完全全的成为一个第三方机构是绝对有畅通的通路的，OK，这个是我在谈的过程当中已经第一跟大家讲得非常清楚的，OK。再一点就是我们在于内容团队的这个隔离上，就是说整个对外的这个融资是由谁来做的呢？是完全是我一个人来做的，OK。那么内容团队下边真正做测试的人，包括厂家的内容团队的人，我们有专门的对接出口，他们是完全与外界隔离的，OK，不会有任何的这个所谓的。影响或意识，OK，那么董事只有我一人，公司形成董事会，就比如5个人，好吧，我创始团队3个人，有2家，比如说是手机厂家，那么这2家可以对于你公司的决策进行
投票，比如说我要新引进投资人，他可以否掉。但是现在他完全没有这个权利，这个条款就规定很清楚，设立董事会战略投资人没有权利，无论任何时候我们设立董事会，战略投资者都不派董事，财务投资者可以派。OK，财务投资者比如说纯 VC，对，他是可以派的，挺苛的。当然，因为财务投资者他是给你钱，他为了赚钱，那我肯定可以给你嘛，对吧？这个条款不是所有人都拿得到。战略投资者，他占20%几的股份，但是他没有投票权。雷军的战略投资股份也会逐步逐步的被回购。OK，这个回购我们会分阶段进行，因为考虑到公司的财务压力的问题，因为是拿真金白银回购的。你跟他沟通过这个？没问题，协议已经签过了，回购协议我都已经签过了，你知道，所以你知道我为了这件事情真正的布局花了多长时间，我想了多久。因为作为战略投资者，一个3%，一个20%，这是不公平的事儿，对吗？首先从股份上就不公平。那么我需要雷总支持我做成这个目标的话，他就必须要放弃他的部分利益，对吧？如果他真的想控制你的话，我就告诉你，我不卖，你一点招都没有，对吧？所以我们已经达成共识，他可以回归到个位数。比如我觉得其他战略投资者3个点，雷总是4个点、5个点，我觉得这个没问题，因为他毕竟是天使。他这个还是有一点点差别的，但是这3个点和5点之间在权力上是没有太大差别的。我跟雷总每一次沟通的时候，可能时间会比较长啊，可能4、5个小时，基本上都是在聊产品，OK，聊手机本身，然后一点点时间谈这些事情。比如说我这次找雷总，我的目的就是希望雷总能支持我签订一个股份回购协议。好，那我一下来我就说，雷总，我要找你谈这件事，希望您支持我。好，雷总说没问题，我全都放弃，不要，然后就聊聊手机。我觉得做产品的风格上，在大的思路上哈，我觉得风格非常迥异。我觉得首先从决策程度上来讲的话，雷军在产品的具体决策程度上的参与程度并不高。OK，那么罗永浩很高，这是很大的一个差别。那么你说从做产品的这个把控上来说，出发点，雷军是对手机的，怎么讲？可能更多是在商业模式上和整体大的战略上的一个布局，考虑的会非常多。在产品上的追求体现的就不是特别的明确。当然，我相信他自己对于产品也有是有追求，比如说。我们谈到了一些米四背后的一些故事，我也知道他在背后参与了多少，OK。但是这种追求和罗永浩对于锤子追求是不一样的，OK。就他们俩体现的东西是不一样，一个是在我觉得一个是更多是在技术上可靠性上，或者说是在这些方面，在产品，另外一方面是在美感设计以及使用功能的这些东西上，我觉得是有差别的，其实它是有错位的，所以你能看得出来，第一次小米第一代发布的时候，他就讲他多长时间从什么多少地方跌落下来是稳定的，他一直在讲可靠性、讲产品、讲跑分，OK，在讲这些东西。罗永浩一直在讲产品的设计、美感，能体现出他们的差别了吗？对，所以一个公司是美感优先级非常高的。掏心窝子来讲的话，我也是认同美感优先的。我觉得过去小米不优先美感，这是一个挺失败的一个东西。但是我也同样尊重小米对于结构强度的优先级非常高，这个是对于这个东西很纠结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如果你纠结，我们首先抛开他们俩来讲，我们先讲一个大的原则：做手机做产品的时候，现在的尺寸都很大。当你想追求美感的时候，你必然要放弃很多东西。比如说，我就想玻璃开孔，可能你觉得长孔很好看，但是我一告诉你说这个影响结构强度。你立马觉得这恐怖是吧？即便你觉得美，它不能开了。OK，如果你认为窄边框好看，我现在告诉你说这个不耐摔，你立马这个东西也不能干了。如果说我想把屏幕做大，我告诉你说这个天线出口不够大，天线占比不够强，影响信号，你也不能这么干。所以你这么妥协来妥协去，当你为了产品的最终综合素质去考量的时候，你再想做得漂亮很难。苹果牛逼的地方就在这儿。OK，这是一个大的原则。
这是通行的原则。好，那么我们来看小米采取这种方式的话，好，它即便是在可靠性上花了很多的功夫，但是你会发现消费者很难感知得到。你有摔不坏，我认为是很正常的。但是我他妈觉得你不好看，我土，这是个大问题，对吧？所以它吃亏在这儿。罗永浩的这个问题在于，他把美感优先级，大家觉得哇，好精致，好美。但是，我跌落不过，静电有问题，这个东西是消费者感受到还感受不到呢？不好讲。但是它确实是一个产品质量和深层问题的一个把控问题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跟工匠精神有很大的关系，就是工匠精神是什么？工匠精神不是我看到的东西美才是美，是即便这面墙、这个板子对着墙，没有人可以看得到，我也要把它做得完美。所以我反倒觉得，我们对于锤子这个失望的地方就在于，我们认为它在表面看到的东西上做到，但是没看到东西上没做到，这是一个问题。首先，我们要客观承认一点，就是华强北的这种灰色地带的确实存在，OK，但是它不是唯一的，它不是我们唯一的零件渠道，OK，还有很多零售商是选择把手机拆开卖的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吧？新手机我可以拆开卖，我可以整机卖，对吧？这是他们的自由。但是作为我们来讲，我们只要找到一家可靠的上游供应商，保证我们之间交易是合法的，他是把整机拆开卖还是灰色渠道，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辨别。因为原厂质量是一样的，我觉得他还是那句话，我不觉得这件事情是错的。首先第一点，我不觉得是他是错的。第二点就是表达方式，我可以斟酌。大家觉得我们说错了，罗老师不觉得说全球第一最好用，他不是改成动漫球最好用了，对吧？全球第二好用，对吧？他不也改了吗？我觉得这个措辞严谨上可能我们可以调整，没问题。但是这件事情本身是对的，而且另外一点，我刚才没讲完啊，其实总共有几点：第一，灰色渠道确实存在；第二，它不是我们的唯一渠道。OK，作为。我们的供应商给我们提供的产品，它的上游渠道是怎样的，我没有办法鉴定，因为我没办法去跨过它来去找上游。第三一点，我可以保证我们的进货渠道的交易是 perfectly legal，完全合法的。